欢迎来到梦时尚，在这里要你连做梦都时尚。今天我要来介绍这一款非常厉害的单品，我自己也很喜欢，这也是纳入我衣柜之中。这个叫做抓皱的那个不规则的上衣，它是西装的材质，它的特色在于，你看它的扣子是隐藏版的，它是藏在里面，对，非常有设计感跟造型感。我今天是搭西装裤，那平常呢，它其实是很长的，很宽松的，所以我觉得可以穿到 XL 应该都没有太大的问题。你看后面是这样子宽宽松松的，重点是你只要搭短版牛仔裤，或者是搭那种休闲一点的窄版的牛仔裤，我觉得都会非常的好看。那我今天是因为搭西装裤，个人就比较有气势一点的东西，材质也是很好的。重点是我喜欢这样，为什么喜欢这种不规则的袖子？它可以搭手臂，可以让手臂感觉非常的瘦。对，希望介绍这一款你们都会喜欢。